态度这么差劲，然后就是还问说他耳朵有问题，我就觉得说很扯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做一个人身攻击。美魔女胡文英日前跟女儿郑敬欣一起去欧洲玩，怎料遇上被拒绝登机的崔氏，气得胡文英当场比中指，还说最烂航空公司没有之一，在欧洲做了很多班航空，没有一家航空公司这么机车。18日他们受访还原投诉内幕。那时候我们到那个柜台，然后我就跟他给他我们的护照，然后他突然看我，然后说已经没有 check in， 已经结束了。我说怎么可能，还没开始 boarding， 还有一个多小时，那怎么可能已经没有 check in？ 然后他回头看，然后叫另外一个女生来，就是刚刚说，就是打搅 Barcelona 什么的。嗯。然后他说：“你的都有问题吗？我刚刚打搅 Barcelona check in 哦。”然后说：“你是用什么语言说？”然后说：“我是用意大利语言说。”我们在意大利，你觉得呢？他说：“你耳朵有问题吗？”对，他这样说。然后他说 check in club， 他就很凶。他之前还骂了一个，就是跟老太婆吵架。他就对他超凶的那个态度，我们看到都觉得吓到，就觉得为什么他态度这么差劲，然后就是还问说他耳朵有问题，我就觉得说很扯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做一个人身攻击？他是直接跟你说你耳朵有问题，还是他用很坏的方式？哦，他是之前说的，我也答，而且他已经把我们票撕掉了。嗯，对，哦，我们态度真的很差。那你们有尝试跟就是可能官网或是哪边的官方的联系投诉吗？是阿婷一直在努力中，但是我是昨天开始联络他们，然后一开始第一个人跟我说，哦，我们处理，我们看他怎么处理。然后他是说那个航空后来跟他们联络说，这个是我们的问题，因为我们没有听他们的广播，然后就是在外面一直浪费时间。他们的回答是这样，然后我当然回应说，这不可能，我们在外面已经等很久了，然后也给他们我们的火车票，我们经验都几次，然后什么什么，然后下一个人联络我说，就是那个 manager， 然后那个 manager 有另外一个原因说，但是航空是说，你们是晚到五分钟，我们没有晚到五分钟，我们一直都在那边，然后我有给他们看那个飞机，好像他们。你这说什么他们也不管你说什么，他们找任何借口不要赔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 我是江文雄，是由包厢陈美凤。我是郝婷。我是郑慕辰。我是山心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威渊。我是林真义。我是志新。我是陈君。我是陈周韵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霓虹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、okay,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